十多，十一例这样啊。十多，十一例。所以，来，你讲一下，就。来，来，来，大家晚上好。非常好，我们认识这个产品哦，也是通过Miss Ong啦，然后我们2013年开始用的，我们会接触到这个是因为我爸爸的糖尿病。 一直高不能下，质量也好，也是不能下，差不多到20多点这样子。然后自从 Miss Ong 介绍过后，我就一次过跟他拿12罐，一次过拿12罐，那就叫我爸爸吃，早上喝一次，晚上又喝一次。这个礼拜他去check的时候20多，给他喝过后，下一次他去check的时候，哇，下剩下9罐了。哇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喝的。然后。 因为糖尿病的人嘛，他很容易会有伤口，那所以我爸爸也是很怕他的，他的脚一有伤口，他就很担心了。有一次单单一个小小的动不了，我们去了高原那个24小时的那个，哇，那个很贵啊，花了千多块啊，花了千多块，但是没有看到好。然后最后的时候就用了阿法斯宾，叫他阿法斯宾用透过那个灯照他的伤口，很快他的伤口就可以慢慢的复原了。所以这一次。 用了过后，他知道他的好处了过后哈，脚有伤口他都不会看。然后所以这个照本来是他每天必做的事，早上照一次，晚上要睡之前一定会照一次。